村呢？什么事儿啊？哦，不，他还没有消息。啊？啊，那好，既然手术准备好了，就不必再改了。还是今天下午，2点。好的，好的。不是说好等儿子回来的吗？怎么等都已经3天了，连个人都找不到。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还能出什么事儿？他呀，总是躲着我，根本不想回来。 想不到啊，5年了，这块心病还在，为个女人家事业通通都不要了。为什么不告诉他你有病呢？你要说了，他早就回来了。哈，我想看看这个家在他的心里分量有多大。哼，哎，30年养育之恩，还是比不过一个女人呢。哎，哎。 到底不是亲生的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我知道，我们永远也不要提这件事儿，它就是亲生的，啊，从收养它的那一天起，在我的心里，它就是我的亲生儿子。嗯，这些药都仔细核对过了。你今天怎么了？都问3次了。 董事长手术责任重大，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。这些药是你亲手拿过来的？是啊，钟大夫在药房交给我，我直接拿到这里来的。批号都核对过了。嗯，核对过了。你能保证中间没有人插手？什么插手啊？哎呀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除了咱们俩，还有没有别人碰过这些药？啊，当然没有。你能保证你没有离开过，哪怕只是一分钟？哎呀，我说你今天怎么了？ 这些都是手术常用药啊，你担心什么呢？回答我。没有，我和钟大夫一直在整理这批药。嗯，很好，记住，任何人都不得接触这些药品。所有的药品必须经你手亲手交给我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希望你理解我，手术不能出任何问题，而整个圣德医院，我能相信的。 就只剩你们俩了。
说话。哦，老板，我正看着呢。手术进行得很顺利。对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您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次是不是就不用 care 了？朗森他不肯合作。再说，警方和新闻界又都盯着咱们。是。明白了，这叫一石二鸟。欧阳大夫，哎，你们放心吧，手术进行得很顺利，切除的也很干净。谢谢。会不会扩散呢？应该不会吧。这个部位的癌细胞扩散的可能性是很低的。对，那心脏不会出问题吧？绝对不会，董事长的心脏很正常。这么肯定？据我所知，那几个患者的心脏也都正常。成功，不要这么跟医生说话。妈，我也是医生啊。郎主任，郎主任，郎主任，我父亲是用他的生命做赌注，为圣德医院挽回声誉。我知道，我也敢用生命做担保。在董事长身上绝不会出现那种事。可万一……朗森，我相信你。你是在我们家长大的，玉华她一直很喜欢你，也很器重你。夫人，您放心，我会安排最好的医生和护理人员。用不着惊动那么多人，我陪着父亲就行了。最好还是能有专业的护理人员。我在大学学的也是肿瘤外科。那好吧。这几天我都在医院，有事随时通知我。倪先生，你有事吗？哦，董事长的情况怎么样？还好，醒了一会儿又睡着了。哦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哎，我怎么看你面熟啊？啊，我叫阿紫。阿紫，哦，你是阿丽的妹妹吧？不容易啊，你居然还记得我姐姐的名字。找我什么事儿？说话呀，我可是请假出来的。还是那么漂亮啊，难怪应成功会那么着迷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爱喝冰水，对吧？你要打什么坏主意了？女人呐，就是爱记仇。我要是爱记仇，今天就不会来见你了。对嘛，我们毕竟是属于同一类人，为了共同的目的就得不择手段实现它。小姐，冰水。来，为了同一类人，干杯。火气不小啊。要知道，咱们这种人最致命的弱点就是活得太辛苦，非得要得到那些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你说能不上火吗？我就不信这个命，我就是不想当你的情人。好，好，有志气，那你就能肯定应成功一定会娶你吗？那当然了，他非常爱我。那有什么，我也很爱你，因为你迷人漂亮，对吧？我相信所有的男人都会喜欢你。他比你诚实。他比我诚实。你也太小看这英家二少爷了，他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
就已经是赫赫有名的花花公子了。我知道，可我的情人也不比他少。好，就算他会娶你，可他的家人会答应吗？啊，咱别提门当户对了，你连张像样的大学文凭都没有，还想做英家少奶奶？我今天找你来，啊，就是这个目的。俗话说呀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对吧？好歹咱们也夫妻一场啊。我知道我过去对不起你。别说了，我不想听这些。好吧，将功补过，我为你想出了一条计策。只要你一步一步地按我说的去做，我相信应成功会乖乖地娶你。嗯，真的？我能干到今天，靠的不单单是运气吧。爸，怎么样？辛苦了，董事长，感觉怎么样？还好，可能伤口还会有些疼，我让护士在输液里加了一点止痛药，明天早上就会好的。辛苦了，没关系。怎么还不回来？董事长问的是谁呀？爸，我晚上再打电话，让我哥尽快回来。他想回来，早回来了。你吃吧。啊。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到家了。真的是医生。喝点水。谢谢。看什么书呢？这么用功，想考医学院啊？有不懂的地方，我可以教你。谢谢，不必了。你为什么恨我？应大夫，我现在正在值班，我不想谈工作以外的事。你对我有偏见，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应大夫，你父亲正在休息。没关系，他听不见。今天你一定要说清楚，为什么反对我和你姐姐好？因为我认为，你不会使我姐姐感到幸福。为什么？你根本不了解我。可是我了解我姐姐。父母一直身体不好，从小就是姐姐把我带大的。她本来是可以考大学的，就是为了多挣点钱，所以才当了护士。她为我牺牲的太多了，你说，我能不关心她吗？我也会关心他。你算了吧，你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关心，他动了那么大的手术，你竟然还有心情胡思乱想。这正说明我太爱你姐姐了。这只能证明你太爱你自己。你这样说太过分了。殷大夫，请你不要打扰我的工作，否则的话，我就请郎主任另外换一名护士来。姐，护士长给你们送饭来了。郎主任，您要的咖啡。好，放这儿吧。
要是你就不会去惊动别人。怎么回事？亏你还是护士长，连最普通的症状都看不出来。这是最普通的镇定剂，量大了一点，明天就会醒了。不过他恐怕会头疼。是你干的？我说过我要帮你。隔壁的病房空着，来，咱们把英家二少爷抬过去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真的不明白？等他醒了以后，会发现你们俩躺在一张床上，这叫生米煮成熟饭。我不干，这太卑鄙了。你真的不干？好，那我叫值班大夫来给他洗胃。等等，让我考虑考虑。是谁呀？长工呢？啊，他吃饭去了。我刚做了个梦，准俩在前面跑，我在后边追着，怎么也追不上。喊他，他也不理我。啊，梦都是反的，你休息吧。姐姐，对不起你。周先生，谢谢你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啊，快走吧。嗯。想嫁你，可是我不能听倪少豪的。人要是连羞耻都不顾了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
阿泽，阿泽，快醒醒！阿泽，来，醒醒，醒醒！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快起来，来，你真是睡糊涂了。来，我都伺候你一夜了。心律不齐啊！赶快种上麻黄素啊！啊，糟了，他们中了跟前一个患者一样，喊什么？还不够乱呢！郎主任在哪儿？快去把他找来！已经打过电话了，他不在，他肯定在医院。快，你拿着，我马上去找他。好。按住他！不是说他心脏没有问题吗？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也许是他们弄错了。干什么？要饭菜早了点吧。老胡，我还真想吃你煮的面呢。嗯，大少爷，哎，他们人呢？哎，老爸老妈睡得还真香啊，这么吵都不醒了。怎么，你还不知道啊？知道什么？老爷生病了。什么病？癌症，刚动完手术。啊！哎，少爷，妈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医院来电话说你爸爸出事了。哎，昨晚上不是你陪床吗？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睡着了。哎呀，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老师，老孙，董事长怎么样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正要赶去呢。周医生，董事长怎么样了？跟前几个一样。妈，快把夫人送休息室！不可能，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！自己去看吧，死亡原因也是心肌梗死。
怎么会这样？爸，你不是说等我回来了吗？爸！人已经死了，正送病理科。您放心，那边都安排好了。老板，还有件事儿，应春良回来了，我也是刚知道，我们的人一直在机场那边守着，我们还是低估他了。那下一步怎么办？我知道了，效果怎么样？他向你求婚了吗？是你杀了他。谁呀？应成功吗？少装蒜！我全明白了，你在研究 Care， 董事长还有那四个人都是你杀的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居然利用我来杀人，还口口声声说为了我好，你也太没人性了。我怎么说来着？再漂亮的女人哭的样子都不好看，擦擦眼泪吧，别把眼睛哭肿了。我让你为董事长偿命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警察局报警。何必跑一趟呢？打个电话就行了。要我为你拨号吗？你跟警察说什么？啊？说我在饭里放了麻醉剂，你有证据吗？你亲眼看见了？昨天晚上你承认了。昨天晚上？昨天晚上我在朋友家里做客。有十几个人可以为我作证，而你呢？谁能为你作证？啊？你急于嫁给应成功，这就是作案动机。那董事长呢？他又是怎么死的？我要是你，我就不会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。为什么？不管董事长是怎么死的，你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这样一来，应家大门就向你紧紧地关上了。杀了父亲还想嫁给儿子吗？你干嘛要害我？多么美丽的眼睛啊！要不是你非要结婚的话，我真舍不得跟你分手啊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在研究 Care？ 我不忍心跟你说实话。为什么？为了 Care， 圣德医院已经死了五个人了，我不想你成为第六个。什么意思？那我就跟你说得再清楚一点，这是一桩几百亿美元的大生意，听清楚了。是几百亿呀、啊！为了这个天文数字，足够发动一场战争的，死几个人算什么？别害怕，把我说的话忘了吧，把昨天晚上的事情也忘了吧，我们还是好朋友，我会继续帮你成为英家的少奶奶。否则的话，否则怎么样？你会杀我灭口吗？还有你妹妹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措施很得当，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。谢谢。可你父亲并没有心脏病史，术前的检查也很正常。据我所知，前面四个患者都没有心脏病史，郎主任，你说是吗？郎主任，啊，什么事？一连五名癌症患者都死于心脏病，用巧合，已经无法解释了吧？是，是该结束了。你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得出去一下。哎，别走，把话说清楚。把手放开。做贼心虚，文慧，不许这么说话。我是记者，我有权查明真相。你是医生，应该知道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吧？我在医学院的时候，你父亲就告诉我，不要盲目的推理和判断，医学只相信一种解释。什么？病理分析报告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啊？
殷先生，对于董事长的不幸去世，我深感哀悼，请节哀顺变吧。谢谢。你叫钟上天？是的，我们是医学院的同学，你比我高一届。好，上天现在是病理科主任。所有重要的病理分析都是由他亲自做的。董事长生前对我挺器重的，现在就是你报答董事长的时候了。你放心，我会的。临床诊断怎么说？跟前几例一样，都是心肌梗死。我看这样吧，大家先回去，结果要等到晚上才能够出来，到时候我通知你们。上天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为什么呢？我心里不安，等不到天黑。好吧，殷先生，尸体解剖需要家属的签字。哦，我妈妈呢？你妈妈受了很大的刺激，现在在休息，要不要我去叫她？不用了，我来签吧。老师，都准备好了。我想跟父亲单独待一会儿。你要跟我说什么吗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有人追杀我？这跟您的死到底有什么关系？爸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让您死不瞑目的。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。什么？哎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还去照顾殷夫人呢。你先照顾好自己再说吧。记住了，昨天晚上的事儿对任何人不要说。昨天晚上什么事啊？你值班的时候睡着了。天哪！我差点忘了。我真该死！你说我怎么会睡着了呢？哎呀，好了，你嚷什么呀？想让全院人都知道啊？郎主任对我那么好，但是我不行，这件事情我得说清楚。哎呀，我的傻妹妹，只要你不说谁知道啊？再说殷成功还是董事长儿子呢，他不也睡着了吗？别人怎么样我不管，我自己犯了错误，我就应该接受惩罚。这个错误太大了，你担当不起。你是值班护士，死的是董事长，闹不好要吃官司的。要是昨天晚上我没有睡着，或者我能发现的早一点，董事长可能就不会死。好了好了，别胡思乱想了啊，你就是发现再早也没用啊，除非。除非什么？除非你不要我这个姐姐了。我是要和殷成功结婚的，你要是把这事说出去，就是故意害我。不对，我觉得这里头好像有问题。就算昨天晚上我睡着了，但是我也不应该睡得那么死啊。而且我的脑袋到今天都是昏沉沉的，里头一跳一跳的疼。哦，没错，你就是睡昏头了。可是我没有什么可是，记住了，要是有人问起来，就说我跟你作伴。董事长也一直没异常，直到监视器忽然发出警报，记住了吗？你实话告诉我，
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姐对你好不好？当然好。姐会害你吗？说了半天，还不是为你好。好了，别难过了。人死了不能复生。以后，我们多给他老人家上几炷香吧。